啊，答案不用想了，不会答日码，快放弃日码了！天啊，他每日任务好烦哦。能用的，你是说 VP 吗？不是，是之前那个是不是读不到嘴巴吗？然后之后就是忘记用了，我觉得这个就算我不讲话，他嘴巴也会侦测到，就是好猛哦。那再来是那个，最近都没有日麻台是不是？是，没办法，白天太热了，而且最近你们有在看雨月台跟发发台都知道，我最近白天都是直接剪片，然后再看他们的台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判定很猛哎、欸，我眼睛只是轻眼珠哦，轻轻飘掉，它就是会自动扫到，超强！阿长，我等你开伺服器，我去陪你玩泰拉瑞亚。跟你讲，之前原本那一张图是中间本来没有萝卜跟鱼的，然后头上也没有这个东西，是想说好吧。上面摆个东西给对方虎看，才发现说，哎、欸，小丑鱼也是橘色的，萝卜也是橘色的，就这样画了。你只看着我的耳朵，哎，都这样子吗？那 这样我会头会晕。嗨，韩文，有看到你打字啊？而且他很强哎、欸，你看眉毛。哎、欸，没读到，眉毛，好嘞，对，看要找闪闪一起玩还是怎样？你要玩，我可以陪你玩啊。泰拉瑞亚真的很好玩，侦测很厉害，超强啊！只是它有个缺点是，你如果身体扭太大的话，它会跟着侦测，对不对？然后它会扭到。你身体已经撇掉了，你要自己按那个修正回来。啊，今天不知道画什么哎、欸，到开台前还不知道干嘛。哦，对，我最近在拉肚子。然后其实昨天在玩那个你那个电话传情的时候，我本来也差点要跑一再跑一趟兔不兔子啊，跑一趟厕所。可是就是很想玩。因为我只有玩那款游戏跟轻松高效才有观看呢、啊，然后不想放弃这个机会，好可爱哦！我有打算再出商品啊，可能就拿这个来出吧。最近逛 Steam 有款游戏蛮不错的，2D 横向洛克人，玩法叫做。哦，那个我知道啊，那个我很早之前就玩过了。那个懒懒也有推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哈，这款我玩过啦、啊。很简单，直接套皮。然后这个是，其实麦块鹦鹉存在感太低了。我那时候还在想说还有什么可以画的时候，我完全忘记鹦鹉哎，都忘记薯条这件事情了。
阿鹦鹉的话，我就真的要画西瓜了。我本来想说尽量，我要接下去啊，我全都石泡沫。这是什么背景音乐？这个是韩国的一个。龙源跟鹦鹉没有啦，那个音阶盒是人家自己做的啦。那个龙源不会跟音阶盒跳舞啦，他不会跳。那这样子吗？这样。早安，早安，各位早。很怀念吧？我应该有一个月没有开早安台了吧，因为这个月其实日夜大颠倒，就是白天大概反正是七八点就睡了，可是最近又一直倒来倒去倒，就是这一个礼拜是白天剪片，上一个礼拜是晚上剪片，然后一样都是上一个礼拜是十点睡，这个礼拜是快三点才睡。1.17 拿望远镜看鹦鹉有成就，我还没有欸，我那个上次紫金只挖一个，有点后悔，应该多挖几个。不画瀑布吗？画过啦。我要干嘛？风。我本来不想画，不想说这张图继续私下画好了，不然不一定画的好看啊，懂吗？有时候一张好看的图不一定你说画就画得好。作息要正常啊，不是，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好吗？你要知道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决定的，你当有压力在，心情不好就会造成你失眠，想太多，你的脑袋分泌不出快乐元素，然后就说这么小的洞你蜜蜂怎么出来的？不过1.17大概就更新这样子吧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再更大的更新了吧。如果轻松高效，我想赶快先再把家整顿一下。个人觉得半夜工作效率比较好，我也觉得啊，半夜画画真的很棒。画蜂蜜块会不会好一点？什么蜂蜜块？什么蜂？哦，你不要蜂蜜块太，你画蜂蜜块，你背景你还要想一下背景，它是半透明的。那时候画小雨那张，我其实背景那时候画很久，就团团小雨他们背景那个什么，就那张。我晚点给你们看一下杰瑞稍早贴给我的一个材质包。超棒的，然后让我就想说，为什么铁桶能装龙源那些，不能装兔子？然后就想要说，竹子可不可以做的这样子，这样吗？这不是九宫格吗？竹子可不可以这样子摆，做成一个竹笼，然后竹笼可以装小鸡啊、鸡蛋啊，然后一些农作物。
有没有很棒？很棒吗？外面是兔子都不好抓。明天要扫地了，加油！自制合成，然后就希望嘛，就是可能给个意见，或是我拿来画，画出来之后，可能如果人家分享什么的，官方看到了，然后就拿来用哦。对啊，就可能那个竹笼嘛，你可以装三组的道具，或是说装三个小动物。好，欧元，拜拜。好的，好的。就跟那个什么啊，那什么东西大一样吧，你就是物品堆叠吧。啊，生物那些就放一个，啊，物品道具的话就可以放一组。完全不想吃早餐，想看直播，吃早餐。干嘛？西瓜砖要放西瓜砖吗？丛林木，你就要放西瓜砖好还是丛林木？丛林木好了。这个时间开直播，我要，哎，你再洗下去，我要生气喽！没有画可可，画西瓜的话，又感觉对不起哈西。而且那么多次早上不该打也是，等一下哦。怕抢观众吧？哎、欸，来来，艾杰瑞，没有，就是要画前面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啊。哎、欸，那这样蜂蜜应该改花瓣哦。都要画种子。我的画画天赋真的很高，没有啦。下载什么？就说下载这个软体，下载麦块。我是不是要把背景调灰啊？不然耳朵不见了。背景调背背，哎、欸，好，嘿嘿嘿嘿嘿，表情很猥亵。夏特可以开始买喜欢的游戏了。对啊，感谢阿长超级留言，
阿长，你有什么游戏想玩啊？我昨天跟喵哈就是结束话那个电话传情之后，在那边聊，我们就聊说，繁星，他有繁星，说哈，你下特有买什么游戏吗？我说，感觉就差不多了啊，也没有什么新，有什么好玩新游戏啊？在等的都要等七月才会上市。然后我们就聊说，我其实买很多游戏都没有玩。他说，对，他发现他最近也是这样，就感觉Steam是一个买游戏囤游戏的游戏。之下场没有啦，之后就都各忙各的，要他剪片啊，然后跑厕所的跑厕所啊，就没有了。而且18之下场的那种图我画不出来啊，是每个的会画画都会画 H 图的好吗？而且其实昨天是为了玩，就是玩那个电话。我昨天是选择不睡觉，我怕睡过头，因为我礼拜五那天是三点睡，然后七点半起床，然后我又睡回去，睡到太渣叫我说：“繁星，来帮我们介绍地图。”我睡到人家叫我起床欸。不好啦，我想要的时候通常会立马入手。你说不管等有没有特价是不是？有啊，我也是啊。我想说哦，这款好玩，可是等下特等特价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先买了。然后买了之后还有没有再打开过？杰瑞他说他有500款游戏嘛，我现在这边是。我觉得我不止欸，我看我800啦，我这边只有500款欸，我怎么记得我之前有更多，更奇怪。然后你们如果看我的皮，如果歪来歪去扭来扭去，那就代表我现在头是在歪歪的话。然后主要是很多都是之前有买慈善包，买一个慈可能1亿美金慈善包送6-7款游戏啊，那6-7款游戏你反正它是送的嘛，你想玩就玩，你主要也是买玩那个你想玩的那款游戏而已。我讲坦白的，真的我觉得我双标真的很严重。你看哦，他们都说不能杀兔子嘛，也是因为我。可是副本里面都有蜜蜂，那这样子杀蜜蜂，小雨是不是也会很难过？对不对？啊，副本里面，其实他们也人真的很好。那时候高校不是漱口袋事件吗？我是讲真的啊，因为那个毕竟漱口袋就是要用兔皮啊，我就说你们要真的可以去啊，没关系啊。结果就是那个没关系，就没关系啊，弄啊。
我画画也用手绘板吗？当然用啊。我跟你讲哦，如果玩电话传情那个游戏，你用滑鼠的话，你画的丑还情有可原；你用绘图板画的丑，那就真的没借口了。有时候我用绘图板画的很丑，都想找借口说没有啦，我用滑鼠画的啦。啊，讲到这个，我之前玩那个 GTA 轨道啊，里面有一个很会画画的，我们就那群人在玩那个。啊，没有玩你画我猜，他们在玩 ARK， 然后 ARK 不是也可以画画吗？感谢墨雪的超级留言，感谢。然后他的画图细腻到我真的怀疑他是用，因为会画画的看得出来那个一定是用绘图板画的，然后他是宣称说他是用滑鼠画的。我 ARK 那个游戏你用滑鼠，你也太强了吧！有啊，有超级留言啊！啊，反正就讲说，毕竟人家年纪小嘛，就那种，有人也讲了啊，有人讲一句话说，你都已经这个，已经一个当爸爸妈妈的年纪，就是要有那种。该做那个什么小孩榜样的，该做小孩子的榜样啊，就是不要去计较太多还是什么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，这样。有时候啊不啊，可是有时候觉得哇，这种死屁孩还不治一治，天哪，这没办法哎、欸，有时候真的没办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像月月台那边剧透的啊，啊不然就是来台里面乱的啊，这种东西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用啊，你不制止他，他只会继续闹啊。哎，陈烨有没有在聊天室啊？我想问陈烨跟丽恩，丽恩也在吗？因为我有点想做一件很蠢的事情给你们啊。还有谁？陆景，那个有玩那个光遇的。感觉不在，因为他们几个其实在光遇一直是无私的给我里面的一个货币，那那个货币又是要用每天辛辛苦苦去捡来的东西换的，我就很想说，不然我就是买里面的点数商品给他们，因为我玩到现在，他们真的是天天不断的给，然后也不要求说我回送他们。啊，因为毕竟新手能给的东西不多啊，他们又有也那谁陈也是新手，可是他也是每天都给。我想说，不然我就帮他们买那个季卡爱心，对啊，就是爱心啊。简单来讲，我比喻一下好了。那个你们玩麦块啊，如果玩高效的话嘛，每天不是要每周打副本。那副本里面达到的可能是额外的钻石，你要用那个额外的钻石去换额外的绿宝石，用那个额外的绿宝石才能去跟村民买更好的东西，所以那个额外的绿宝石要用额外的钻石买换。那他们就是一直用额外的那个绿宝石给我，然后也不要求说我要给他们，所以我一直很想说怎么办？虽然这是抖内好了，可是就觉得心里过意不去。因为当时我 FB 有贴文嘛，可是当时我也是说，那时候有个特殊 NPC 嘛，那大家其实也都是很缺那些道具，我就说，如果真的有要的话，可以开始不用贡献爱心了，你们好好存着。
然后当时其实每天都有将近十个吧，每天都给我爱心。那之后我说了那句话之后，就是每天只剩下这几个有在给我，所以才会觉得很过意不去。光遇不知道怎么玩哦，光遇真的要有爱耶。我的绘图板好黏哦，都是汗了。光遇遇到好的会带人的老手不多啊，而且玩国际服又一大堆，也是有日文的啊，有英文有韩文的都有。等那个啦，等六月底还有两篇，29号那个 Switch 上面会出光遇，那时候是跟萨尔达联动，所以我应该会拿来实况挂着吧。就是我其实之前想实况光遇啊，狐狸拜拜，狐狸拜拜。我以为只有两个观众，就看了一下是200个，哇！好的，我们耳朵不见了，开始上色。我的绘图板哪有之前超不稀的好不好，更早之前只有50-60个人欸，没有80-90，泰拉瑞亚50-60，魔物猎人30-40，没有，2022我看成02个人，然后不对啊，啊聊天世界都是假的哦，太结云。昨天听说小雨是不是有新的皮啊，他自己画的。因为昨天就问说他还忙什么，他说他在画那个他的蜜蜂版本，感觉就是他会自己设定就自己画了。哪天想画我那个包子版本的，不然就是布布版本的，请他帮我用。看这样。步步版本的应该比较多人更想看吧，哈哈。啊，只是昨天在杰哥那边，我是看13分享，我们的13大大。不要各碰。我应该有机会，应该啦，机会应该很高，我还是不确定。这菜渣有会开个 1.17 的原位生存，啊，我会去问问看能不能玩。毕竟你们还是喜欢看麦块，虽然我口口声声也是说麦块玩到很，但是基于生存考量，而且毕竟生存。
分层还是会从头开始那种感觉，还是会比较好玩，应该懂吧？就是就从头开始生存，那种感觉还是会比较好，比较耐玩。啊，不过我也不会盖一些，比如说什么两天之内突然盖出一个烽火台之类的，我也没有，我就是好好慢慢慢慢享受那一种感觉。因为刚认识菜渣那时候嘛，我那时候就是有点进度太快了，他那时候可能就是想要带一些新朋友，然后我那时候进度太快了，我就是十分钟里面盖出地狱门。因为那时候说只要有岩浆铜跟钻石就好了啊，我就是那时候是有钻石，然后就去挖黑曜石，在渣渣城的时候，那时候有点太操之过急，那现在开始懂得说，人家可能要一些实况画面，就在都在等他，连解谜也是啊。解谜可能找到一些纸条什么的，都会先叫他过来，说：“哎、欸，这边有纸条，你要先过来，对吧？”知道自己的定位之后，不然之前真的有点爱线呐、啊。海岛生存，就星期天的生存吗？就那时候啊，是啊。感谢纳乐的超级留言，受不了了，我还是喜欢这种聊天的感觉。聊天钢女郎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感谢你的超级留言。你要知道聊天台这种东西，也不是，我其实也很想要开聊天台啊，但是就是找不到适合的游戏，再加上可以用的东西啊。我可能过阵子会开始玩新路谱，可能啊。为什么会想回去玩呢？因为我真的很想开一张地图是，完全不走主线，然后里面全部都是养务农，不是务农啊，畜牧养动物，我只养兔子。然后早期新路谷那个兔子也都是取那些订阅我的人的名字，那没错啊，这一次的新路谷应该也都是取目前还有在续订的了。雀魂哪能聊天呐、啊？你赶快去睡觉啊！那时候我玩雀魂暴气几次，玩雀魂聊天打了吗？我以为雀魂我可以开开心心玩啊，哪知道每次生气都是在玩雀魂生气。哦，昨天他们不在玩你盖我猜，然后我就去看到后面，就是觉得哦不行，撑不住了，就去睡了。那时候是一点多的时候，然后两点半起来看到菜渣还在开，我就打个招呼，然后回去就继续睡。其实我很开心他们回来继续玩游戏实况，因为很早之前有问他们说还会回来玩游戏吗，他们说不确定，因为毕竟现在的那个市场就偏生活类的比较多，那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是有点难过，很难过，就是有点是很难过。那后面就是看他们陆续在玩游戏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很开心，晚上他们在开，就会陪他们，就会帮他挂，然后帮他管台，然后再加上耳盲耳屎吧有缺，我就去陪他玩，
他可能当狼的时候就是不想先刀他，想说给他一些画面，不然就是他是狼的时候想说马上被抓到太可怜了吧，再给他一次机会这样子，对吧、啊、我就觉得如果偏心偏得很严重，或是玩那个跟巧克力玩狼人杀的画面，也常常都是有时候私心吧，就很舍不得去。哎，我左上角这些画面怎么没提醒我？等一下哦，怎么没有提醒我？这样啊，那个刚刚左上角的小数字存在多久了？惨了。是我刚刚人头左上角一串是英文数字啊，就这个啊，你看一下那个丛林树有没有这个版本 1.13 什么之类的，这个啊，还是你们看不到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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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我那时候本来想跟发发说，发发你看我真的不是狼了，相信我的时候发现说，哎、欸、你为什么不会到，等一下你为什么不会到啊，差点骗了你。我想因为那时候晚上的时候发发是在下面，我根本看不到他有没有动，然后就想要证明说我是好的，然后就是在他面前说，你看我达瓦鲁斗会动，我发现突然发现说你不会动，你有问题有时候觉得自己画画真的好棒，是很长时间画的画，画画画出来的图真的很不满意。十张图里面吧，七张会有七张不满意的，没有，因为不是。那时候发发看的位置是刚好是沙瓦路都转的位置，所以我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，是等到那个他沙瓦路就是发现说沙瓦路都他连动都不动，我才意识到不对劲，这个人有问题。不然那时候沙瓦路都的时候是会瞬间转头，他转的头的位置是刚好沙瓦路都转的方向。繁星的直播都会留下来吗？直播什么？我有一个直播记录频道啊，你可以去那边翻啊。但如果有时候画画播版权的话，那可能就是会没有那个直播记录了。啊，我今天本来也是要播版权音乐啦，但碍于我在思考，等一下应该也是会玩其他游戏，我就还是乖乖不要播版权歌。这样子可以吗？有听懂吗？很猛啊，他们就是画兽圈的大大，他们就是画动物野兽特别强，所以昨天画那个男爵，画男爵就特别强，只画人他们就特别弱，所以昨天才会说什么送分题，就是因为他们画那些，这对他们来讲是轻而易举。啊，你不说我昨天画的青眼白龙，我昨天要存，结果没让他点太快了，没存到，可惜了。这季节好像不适合玩高效能的游戏，你说太热是不是？跟你讲，我家已经36度了。哎、欸，也还好哎、欸，比平常还要低一点。被画完了，今天好快哦、喔！
滴滴滴。啊，还是布布最可爱！天啊，怎么会画？如果想玩休闲游戏，玩 Sky 非常不是啊。我玩光遇，光遇我都是给人家带着啊。我可能就是光遇给人家带着，然后跟你们聊天，然后等到拿蜡烛什么时候再回应一下，陪他们点一点，然后再继续跟你们聊。当然我就不怕说，我每次他们在忙的时候。欸，手断掉的时候，我画面又不在光晕那边。我知道啊，我要加种子了。种子，种子，种子。我三色豆，我不排斥三色豆，而且我觉得便当的三色豆很好吃，还有它的荧光咖喱，我真的很爱吃便当的荧光咖喱啊，然后还有什么，好蒸蛋，跟是那个豆芽菜。如果他能选的话，我那时候就是点个便当，鸡腿便当，然后不是挑三个菜吗？三个菜我通通点蒸蛋。好了，又画完一张了，这张用蓝色，请蓝色跟翅膀太近。应该 OK。完了，图画完了，观众要流失了。什么签名啊？有，签歌名。要怎样才能留住你们嘞？啊，对，我等一下开那个。嗨，蓝蓝，这三色豆好吃啊！好了，画完了，还那么可爱的生物，这一只。又完成一张，然后我又忘记存档了。我给你们看，我真的没存档哦。看一下，这是最后一张图，是龙源跟兔子哦，完全没存档哦。蜜蜂薯条哦，蜜蜂薯条哇，应该取蜂蜜薯条的。什么兔宝安啊？你兔宝是叫我吗？哦，不是，没事没事没事。
你心脏真的很大颗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很大颗。我 po 个文，等我一下哦，画完马上 po 文。嘴巴违章真的是很呛哎！我刚刚嘴巴违章多久啊？每次只要认真看一个东西，做一件事情，嘴巴都会违章，忘记闭。啦啦啦。以繁星的兔窝编辑，确定。Hello Hello。啊，我等一下开麦块给你们看，我很想要。拍那个介绍 mod 早上杰瑞贴给我，我说今天要介绍一个很可爱的 mod 那个不是 mod 啦，那个材质包。嗯，这个孵化暂存2021。好的，第二弹，第二弹，可爱的动物，蜜蜂跟鹦鹉。人增加了。拜托，增加才是正常的哈，减少那就不正常了，表示我的频道有问题。我第二颗蛋，第二蛋，去粉专看，去粉专看。切换回来，选择个人档案。等我看到蓝蓝分享的啊，那个就是想要骗你的钱啊，就是骗你说，哎呦，卡卡卡，骗你说那个你要那个帮你宣传哦，好卡好卡好卡，我的哦哦，我的人快不见了，哦哦哦哦哦哦哦。这个，等一下聊天室啊，聊天室没截到哎、欸，等我一下哦、喔。还是我就不截了、啊，因为聊天室有点蕊蕊的、欸，弹出四窗。还是我把黑色沙漠关掉、啊？对啊，就是骗我们这种心地善良的。完成。这个不要怀疑，看一下我右手。啊，等我一下哦。你、欸、真的好卡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把黑色沙漠关掉。看来我不适合玩黑色沙漠。实况。什么东西？我钓竿爆了！好，关掉。结束登录。确认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现在是因为玩黑色沙漠在关了，我在关了。这只，来看，我就想说，今天本来想要出一个影片。然后就是介绍说这个可爱的东西，对，然后就是因为基于这个东西，我才会想说，那为什么兔子不能装在铁桶里面，或者是做那个竹笼？然后这边有它的资源包，还有一大堆，就是你要先装的这个资源包，你们有想要吗？那就是要先装这个资源包。然后它就会动了，
孩子包啦。然后这是预设材质包，啊，刚刚那些就只是把颜色套上去而已，然后贴给你们，贴给你们。我觉得杰瑞太猛了，我去哪找到这个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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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其他的颜色要放在它的主资料夹下面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。然后就这样子，这样小可爱就回来了。北七哦，杰瑞反了啦！可以 Q 出去吗？可以，他也会跟着动。他也会跟着动啊，看，真的很可爱。然后可能拍完这个系列就问说，如果有人想知道这怎么盖的话，怎么留言分享达到多少，再来教。这不用教了啦，这真的就只是，来，我先教聊天室的好了。那就只是你后面放一个阶梯，然后倒个水就可以放了。所以我也在想说，要不要自己自以为的盖一下这个，教大家怎么做。可惜它就是，你看是黄色对不对？可是你倒出来就是粉红色的。看你捞什么啦，它就是倒出来是什么颜色，是这样子。至少有比没有好啦。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河豚桶，只是你的铁桶会变成这个，你要习惯而已。不要河豚桶了，哦，在这里。河豚桶，河豚桶也很可爱哦。那这个我应该也会贴给蔡大他们吧，叫他们装，反正没有关系。这好可爱哦！我说河豚眼睛超像螃蟹的，寄居蟹。本来不觉得这种铁桶的大小，你装兔子刚刚好吗？那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测试世界嘛，之前 FB 的时候就有在用，然后那时候也有教啊，就是这两个火跟这个嘛，我那时候有教啊，你就蓝色的火比较痛，然后这样子的话你还可以收集到物资嘛，因为它是灵魂沙，那这个的话就不会有，除非你下面是放漏斗矿车。物资要装在帽子里面嘛？啊，你是说皮革帽吗？好像也不错呢，啊，之前就很喜欢研究阿里布达的，你们也知道啊。哦，完全没有。啊，又多了皮，再还有什么？啊，这个是之前的那个，这个是，我记得那时候是因为想要侦测，然后它长大瞬间，然后侦测铃铛会响一下，是失败了。
还有什么啊？这个，当时也是石头制造机。然后这个闷死字的。那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跑出来、欸，之前明明就没问题啊。现实好像蓝火比较强，对啊，因为红色的火是没有燃烧完全的火啊。这个东西是我在教发发怎么引僵尸上水流的东西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感觉就这样子了，没有了。仙人掌旁边不能放方块啊，它长高的瞬间会爆掉啊。就没有了，对啊，因为现在全民防疫中。哎、啊，怎么会多50个人？我等一下没办法卖块，哎，怎么办？你们是不是要离开我了？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可以多看我几眼吗？不该不拉可。哇，我要进去的话就坏了。你想上班还是你不想上班？我出现在首页，哎、欸，最小的羊毛制造厂还有更小的，哎、欸，我是看那个谁优奈的台学到的，还有更小的方法、欸，哎，我应该会在菜渣那边试试看，用地板门。这样子就可以一格一格了。栅栏吗？不是地板门吗？不是地板门欸，不要骗我、喔。小巴也是小巴。我觉得优奈那边的，就是阿靖伺服器那边的哦，好猛哦！威格其实已经不输很多原味生存。羊嘞！我盖呀！啊，我大概懂了。下去，小白有盖哦。好，我晚点再去看他怎么盖好了。是木门吗？是门哦。没有，现在已经很少在看很多影片了，没有空看。这样，哦，没盖过吗？你 是骗我？要引进去啊！来，啊，背景音乐是什么？等一下哦，这个已经是载下来的。一手自己去查，对吧、啊？
每次是要这样啊，没关系，我晚点再看。好，不用交了，不用交了。啊，好啦，反正就是那时候看到的，所以我晚点再去看。那我要换游戏了，换游戏咯。我要玩一款 Steam 假日特卖，有一款，它其实很红了，就是它出第二代，啊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摸过，因为它现在是英文版。我可以大致介绍一下这游戏在玩啥。好，音乐要先关掉喽。我忘记每次开新游戏都要先调音量。游戏结局。这款它有一代就是你要不断的死嘛，死了之后你下一代会有看不懂。那简单介绍就是这也是 Roguelite 的游戏吧，这样念吧，忘记了。它就是你要死掉才能获得新的能力嘛，我都喜欢这种游戏啊。然后它就是。他的一代是你是一个国王，然后你的子孙可能会有像比如说惧高症啊、色盲啊，或是听力不好啊，或是你天生怕鸡啊什么那种。他这样的游戏，所以我不知道二代怎样啦、啊。他很多最近是极度好，大多好评以上了。然后很多人也是冲着一代有续多直接买下来玩。左键攻击 ，F 是什么 ？F 是防御，右键技能吧。AD， 先走，拜拜，拜拜，果然要走了嘛，没有画画跟麦块就不看了吗？我看一下哦，好，我用手感玩，摇感，三角形，没有魔力。这款我有推给蓝人玩。有这一款啊，蓝蓝，那时候推给你玩的。哦，L 加叉东西哦，二段跳吗？是向下打，等一下哦。哦 ，L one 对话，叫安迪好。哇不，要回到新入骨时代了哇！好，看得好哦，我没有魔力，你要去上厕所了，拜拜，按他会死，怎么办？这样吗？
不是吧？要用啊，大概这样。他现在200多块吧，他是夏特的，现在夏特有。对啊，感觉不太对，怎么可能是用血去换那个，然后去跑的？啊、看，弹刀技能啦，二段跳 ，L2，L2， 哪一款游戏？L2 加 L1， 好 ，L2 L1， R2 R1， 又错了。跟T2画风很像。看看呐，圈加正方形，然后嘞，哇，哇，刚刚好像说受伤完他，好，下打这个，我可能开到11点而已吧。好，最多12点，因为39度了，也不想看我。啊，现在嘞，哦，直接选关卡了吗？好，好饿哦，在外面等外卖，不行啦。就是我有时候为什么游戏不实况的原因，看不懂。有很多人说希望有中文，有很多人，对不起，就一个人。哦，这样子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哇！哇！看不到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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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等下找。我有找那个啦，找看看网络上有没有汉化补丁，可是没有，就只有盗版的。啊，我找汉化又很笨。中文攻略，因为这款游戏有点新。靠！好，然后他又介绍说你这只角色达到多少嘛？然后理论上他会跟你说，有有有有，就这个就这个。因为你左边那一只嘛，就是你的角色一式，现在你要选二式，然后二式的话，它就是会说你右上右边的能力有没有不一样，然后但是它也有缺点，就是比如说这个应该是吸血鬼啦，就是它会害怕什么，但是它的优势是什么？那我来用吸血鬼啊。
等等，等真的有没有中文？为什么我算错了？欸，完全不知道干嘛啦，白痴哦！我的钱怎么没了？是钱会重置吗？这个吸血鬼，然后吸血啊钱啊啊！哦，会吸血，很合理啊。是蛮合理的啦，很合理。啊，这就是这种游戏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种游戏了吧？不知道也没关系。哇哇哇！王鑫，王鑫是王鑫上台大一王鑫没有啊？被打30滴，我有发现呢，很痛耶。老居有没有兴趣啊？是不是有兴趣了？是不是有了？是不是有了？有了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敢，我也有时候不喜欢推荐，因为我怕推到雷货嘛。像我其实也都推小鱼啊，玩一大堆游戏，可是。有时候觉得推给他，又很怕推到啊个很雷的东西。噔噔。HP 血量不到满了。这个股市会涨，哼，北七哦，哇，然后这个嘞，怎么办 ？R2，哇，哎，怎么啦？上面也有毒，我白痴哦，明明就可以，啊。I need her. I di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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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e. I die, I die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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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不是啦，还没体验到啦。哎，刚刚背景音乐名称，你说画画的吗？这个哦，去搜寻吧，我放在那里了，去找吧。我决定了，我要用手机拍照翻译，假装自己英文很强。来，它的第一个右下角的吗？那个特性，他是说揭露什么古董，然后问他是什么，是找宝箱比较好啊？那这个没特性吗？那我看一下这个，他也没有写，白痴哦，是不是要选过才知道啦？懂了吗？这就是有遗照，对啊，就是有遗照啊。这干嘛的？哦，开天赋是不是？
啊，这个该不会就是有些那个，你看我这个应该是有闪光，这只角色应该是有闪光那种，像我刚刚不就讲色盲还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可能刚刚画面比较灰啦。啊，有，这个就是看东西会比较灰的那个效果。是什么游戏？死掉重来的游戏，你们教主最爱玩的东西。哦，我没放到技能欸，放一下。哇，他好强哦，他好烂哦。我要两个戒指，damage 力量加是啥吗？啊！骗人吧！哦，冲一下，然后按叉，冲！哎呦！死了啦，过不去啦！哎呦，又死了，可是好玩，今天好好玩。我们十一次放一个广告会不会太快了？还没三分钟欸，就要吃一个广告。都没缺点。钱加25%，用啦、啊！我相信那个应该不是用生命过的，我也相信，可是没办法、啊，点天赋喽，确定。哦，可以选天赋的啊。叫我神射手，嗯，那这个嘞，哎，也中大的，哎呀，哦，下去钱都花光光，是不是？欸、是哎、欸，啊！我怎么看东西是黑的？No， 不行哦，安尼唔通哦。啊！叫爽妹，繁星叫爽妹，好死了！不行不行不行 ！No， 这游戏不是这样玩啊 ！No！ 繁星吵死了，叫爽妹。哎、欸、哭啊！哎、欸、哭！
蓝星哭爽没？不是你的声音，好死了！啊，他可以打哦！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不是可以打啊啊啊！来来试试看，三滴血，我们试试看。这样子对不对？我会了，我会了，这样子打啊啊啊啊啊啊！打打打打啊！哎呦啊！繁星失重没？繁星。哎、欸，我的，你们有想看我回来吗？就是人设，我还开着，就是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在那鬼笑啊？是爽没？繁星啊！你看，像现在我的身体就是晃很边边，对不对？我等下把它调回来，重置位置这样，然后。这样子，哦，解锁弓箭手哦，彩虹，对啊，只有75%，感觉很棒。血量变多吗？钱不。Go！ 靠边呐、啊！这怎么玩？我就问你，这怎么玩？这有办法玩吗？啊？玩过来的呢 ？Oh no！哦，对，这个也是这个遗传问题。右下满档画面的，什么右下？你是说在玩游戏的？那我放哪边？我不知道放哪边了、欸，右下应该没有什么东西挡到吧？看一下、喔，还好啦，右下看不懂啦。哎、欸，我怕我会吐。屁啦！等下怎么玩？我不会打，我不会打，怎么打？打怎么打？怎么打？靠腰啊！等一下啦，太难了啦！打开！啊！不是，你如果把荧幕反过来的话，一样是反的，它只是上下颠倒，不是左右相反，懂吗？对吧、啊？它只是上下颠倒，它左右没有相反，所以你如果上下颠倒，我变得是左右相反，你们也会觉得我是智障。等一下，是干嘛？它有没有左右相反？我不知道。I don't know。
那感觉很帅耶、欸，这只秀秀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北齐哦！哦哦哦哦 ！No no！ 咦？不是 R2 吗？为什么跳不起来？喂、欸！哦，我会吸魔。哟！不用键盘滑鼠比较好玩啊？什么？欸、哭啊！我也太黑了吧！我用键盘滑鼠看好了。可是键盘滑鼠怎么冲？看一下哦。一 ESG， 然后嘞 ，Shift 这个。Q 四冲刺，好了，会了。啊，就很难哦，真的很难哦。来，我死过了，吃广告。哈哈哈。在抢劫，吃广告。宝宝，我真的是武剑天才啊！啊！没有武剑天才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这什么？哎、欸，对，我都忘记刚刚拿盾牌的可以格挡哎，哭哦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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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啊？欸，他要200魔，可是我只有125滴魔，鬼东西，上面什么东西？怎么啦？怎么啦？请问这款是对，就是那一款。啊，冰 ，no， 我在玩零世界吗？啊，你们要吃广告嘞，对不起，哈哈。吃起来！我没赚到钱，我怎么越来越烂了？是什么？这屁特别多吗？
哎呦！屁屁屁屁屁屁屁！什么东西？叮！结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烂游戏。哎呦，没提！到底这游戏怎么玩？怎么那么难？那条件是什么？就是任何东西移动会有烟呐、啊。像这只又是什么效果？右下角，左下角的。啊，这个不就是那个吗？啊、这个不是那个什么吗？咒术的吗？这不是盖平台啊，有持续伤害、欸，试试看。小朋友下楼梯，吓死我了！好嘞，啊！这干嘛？你怎么都知道啊？你有玩吗？我要干嘛？现在咧？要受伤上去吗？不可能，不是。那是喂。他刚刚出现什么、欸？啊？翻译罢了，哦、oh.。好。啊，这里哦，白痴哦，浪费血。哭啊！哎呦，哎呦！你在骗我吗？
哎呦，干嘛？哎呦！哎呦！卖伤过分哦！不要的！1块钱都没赚到啦！我来干什么的啦？欸、好啦，最后一场了啦，我好热，有点热了。最后一场喽，要看的话，可能晚上或下午之后吧，都再开来玩，看可不可以找到汉化。哇，好累啊，好痛苦。最后一场喽，可以去看其他人的台。嗯，这款真的很好玩啊，只是难易度有点太难了。可是就是很耐玩，好玩，简单的游戏就不耐玩，看得好欢乐，欢个头啊！那之后看啊，看情况再打开这个皮，因为其实开这个东西也是会吃资源。有暴击耶！呜，好猛！几番，呜，看，呜，啊！不是，太突然了吧？等一下，看看我这讶异的眼神。怎么那么薄、哦？对不起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刚没注意血量。完全没有钱加哎、欸，好可怜哦！我是不是真的很烂啊？玩游戏就刚发生什么？也太早死掉了，贫血，体弱多病，可能是我吧。这个就是，哦，它可以改变位置哦。那 POE 的冰霜脉冲啊！哦哦，我看到了，来不及！我靠，就是美味，我要怎么冲 Q？ 哦，对，是 Q。
欸，碰都不能碰的呢，那么小气。耶发大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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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摩天轮掉啦，飞高高。先负极退比了，好，我不要。哎哎，反了，打这边呐、啊，打这边呐、啊。你好像很强呢。Hello。Hello。我看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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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生无可恋啊！我究竟该不该退款？Hello， 死了死了。嗯，好难玩的感觉。不会啦，现在就是要先赚钱嘛，赚钱点个血量天赋的点不到，怎么点等级三？140块不够是不是？啊、这也不知道干什么的。好啦，之后再慢慢研究吧。这样咯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先休息咯，保留撞球哦。哎、欸，去打、哦。之前玩那个 PS 的海贼王，有一个东西是铁针，然后鲁夫可以用柱子顶铁针，然后顶100下的话可以获得海军本部的那个地图。然后那时候我真的玩游戏很烂，就我都是靠我弟在那边解。好，应该是没有。走喽，还是想偷玩？啊，要怎么练等啊？感觉等级上不去，钱也上不去。啊？没有啊，反正原地干嘛？太痛了吧！太痛了啦！太痛了啦！太痛了啦！打撞球，你当球。我按 F 了，我按 F 了，我按 F 了。这游戏有点难玩呢。你就不要太嚣张，我来制裁你了。新的东西，看一下你干嘛的？我扣了什么东西？哦，我技能变了，阿酷啊！
他啦。也许很有意思。哭那么他啦。嗨蓝蓝。死得有点惨。不要。Good, ah, good. Good, ah, good. 百八，再让我赚一点钱儿。我跳、哦，是女人嘛？啊！能升技能数了吗？嗯，老G拜拜。怎么看的啊？哎呦，出现浅浅的符号是不是？这个是玩，这是英雄吧？哦，这样就等级四了。好的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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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急，解锁魅惑师，你给多少钱就加多少血量哦。好的，啊，是真的啦，这次要结束了，我们结束喽，这个死掉也十一点半了。看有谁开台，虽然不能 host 啊，爸爸有开台，我们等一下去爸爸的台玩，好吧？好不，好不，好不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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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跳很高哎、欸！跳得很高哎、欸！抽到好角色了。你想要我的妹友？我的妹友干嘛？这是不是看不到地图？这角色啊，路痴联络，不用联络我啊！这跳好高的路痴哦，好强哦，好酷的路痴，换技能的都还好。而且我没有
我没有义务要给你我的个资东西哦。你不是我的谁谁谁不行哦，安尼唔通哦。轻松啦，看不到地图啦。这好像很强欸，好强哦！真的是希望有赶快汉化欸，那我就可以留一些角色。对啊，弹个毛啊，痛死啦，我不能受伤哦，还不能受伤欸，蓝蓝真的像那个欸，霓虹深渊欸，看完这款很赞，都给我去买来玩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金价战那款。地方帮你干嘛啊，繁星叫爽没啦，一直跑又送尾，你要我买给你啊，那你现在就没钱啦、啊！哇，啾！那这款其实之前我也是推给你的啊。哎呦喂！我又复活啦！我又血啦！我刚怎么听可不可以退费了？我可不可以退费了？嗯，我应该是玩两小时了吧？啊，我推的都赞啊，开玩笑，你推的也很赞啊。哎呦，哦，差一点点。这是什么？箱子。能干嘛？哦，该不会是奥美魔力啊？该不会是还没亮？我不会退他，看好玩呢、欸，我想要退三颗星，恐怖，快跑！我们来到新的地方。嗯，应该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去打一只怪，然后再下来。
拜喽。好了，有一次机会。要普攻啊！发发的台在，发发的台啊！啊！我只是碰到他的开。我进步很多了吧？碰到铠甲而已啊！啊！啊！我只是碰到铠甲。好了，那各位晚安咯，点一点点哪个好？点这个血量增加呢，还是这是什么稻草人？哇，800多块钱哦！要六等。150块，铁匠，好，铁匠，然后嘞，你们喜欢哪一个？哦，法师哎、欸，那就法师了，问都不问，龟派技工，好，然后嘞，我还有500块，哎、欸，我怎么这一场这么多钱，好爽哦、喔。永久获得金钱，我永久获得金钱，那这个勒，把奎因夫人带到码头上，她可以教你生病的动作啊，全新职业，哎呦，250，220，你是说这边都是全新职业的话，我还懂。啊，姐！然后这个也，好，就这样，再一场。好玩，一直玩。结果我的法师根本没用到，就直接变这个了。By the way， 白用钱，我剩28块，小穷逼。感谢海林，哇，好久不见！虽然我有看到你常出现。哦，还薰衣草。感谢海林的会员。好啦，这是真的最后一场。谁知道我刚刚钱赚那么多？好，那么强耶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有常出现吗？没有吗？海灵核心哦，对，如果跟蔡渣他们玩，应该玩海灵核心吧？这个是什么？十几个，他血有点少哎、欸。妈妈咋哭？
我有必要过去吗？嗯，欸，说到枪火改版呢，那个兔子香喷喷的，欸，然后最好笑的是那个枪火的兔子啊，它长得超不像兔子的，它这个很像一个人穿兔子装而已。反正今天想说没得玩，来玩枪火好了。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是枪火没人看。又往下戳欸。哎呦。发大财！什么东西？身法变强后什么身法？我觉得这个长枪的问题，长枪好玩很多。哎，又不能受伤了，对不对？就这一关，地雷。好了，已经延后关台了，感谢各位，我们晚点见，如果有晚点见的话，感谢啦。啊，法师欸，法师欸，我想试试看。欸，叫我关台吗？他是叫我关台的意思吗？我还是可以下次用哦。好啊！这是干嘛 ？Hello， 哦，不需要汉化。哦，这是排名的。好了 ，really really 最后一场。找不到发发的台，你要打发你。还退出叫发你。
欸，他不能用滑鼠决定方向欸。哇哇，一直骑一直撞，哇！保安哦，保安哦。啊干！对不起呀、啊。干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们有看那个吗？一个小弟弟说那个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？迷你世界。是麦块抄袭迷你世界那一个？哦，法师好爽哦！啊，不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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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打都不爽，不爽，不爽。吃的，吃的。就很屌欸，然后他就是默默的一直在那边比中指，还说不行，我不能这样子，我这样跟那个谁一样啊！感觉有段时间了。因为那个是备份的啊，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已经是备份的。我是觉得那个滴滴很像天外奇迹的那个小胖胖。F 是什么啊？来试试看。我有钱了。我有更多更多的钱了，一定要这样子才能开欸，怎么可能来得及？哈？完蛋了，开不了了，我要走了。没办法，人家还小啊。哇，吸的开开心心，我好像只能吸一次哎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吃鸡腿不会回血耶，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？我刚想说我很开心的吃。又没回血，什么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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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只是问干什么而已。哇？啊，会不会是刚刚那个吃东西的道具？哇，这边四颗星哎，我以后要住这种大房子。我会回去啊，回去可以存什么吗？啊，没看到。我可以存钱吗？我可不可以？哎、欸，钱也带不走啊，就没差。
Excuse me， 我要怎么上去？刚不是呀、啊，这个。啊！我要怎么上去？我踩不上去啊！我踩不上去呀、啊！还是要学个什么飞天技能才能上来？爱路景，感觉就是跟我讲说，现在这边还不适合你，去别的地方玩。呜呜呜！我这里，Q， 吊灯可以打，可是打就坏了。有钱，谢谢，我以后知道吊灯可以打了。呀呀呀呀！我真的觉得他应该要左右的画面可以调的啊！好了，关台喽！关了关了，感谢感谢。嗯，这边之后再说。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今天早上的收看。那我们改天见，明天。或是下午见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